这样才是开。嗯。我再来。嗯。我偷摸一下，你偷低头。嗯？现在电变15%。为什么？渐渐缩小。有照有进电呐、啊，有进电有进去。如果电没进去，那早就完蛋了。但是它还是在变少啊。对啊，逐渐变少。就是刚刚午餐的时候没进去，是个缺点。有啊，点滴，没有啊，就尿完了。因为我是，啊，可怜人，摔倒了。这样，我的镜头是很歪啊，从我的远看到，对啊，歪到不行。帽子跟眼镜不对在一起，但是一直都这样就没关系。啊？走了。冲去 family 啊！要冲去了，小心那两个人，不知道他们会在中间搞什么。在哪里加帽子？你说太冷？太远了。哦，太远。哦，我不会啊，我以为你说太冷了。先滑一次那个红的，接下来再来滑这个黑的，还是你要直接滑这个黑的？
好运哦。哎呀，听起来就不好听。很硬的，很硬的，超硬的。对啊。不要滑这里。好了，去烧耳山吧。好，去烧耳山。今天去烧耳山也不见得好哦。不舒服啊，不舒服。好啊，走吧，下半部直冲的。滑了其他地方的雪还是这里。啊？你滑了其他地方的雪都还是这里。哎呀，这也太硬了吧，奇怪。啊，去烧耳山滑一次就回来了。中间还要坐缆车什么什么的啊。不用啊，这下半部就还好啊。你是说要坐到中间哦？坐到中间好慢哦。坐到上面。啊？你说你要试一次黑线哦？你说这一部分哦，好，可以试试看啊。好啊。好啊，走吧。
让我惊讶，竟然硬成这样。哎，这样子滑，我用我那个小脚趾，两边小脚趾都会震，而且会比较有一点点痛。嗯。上面出力的时候，嘿呀、啊。我的车祸怎么样？那就维持原样。没有，是大梁的呗。刚刚就是啊，真的奇怪。我觉得上面这一段黑线滑起来应该跟差不多吧。除非跟刚红线一样，那就比加兰特还烂。还有人咳嗽了，一定的、啊。嗯，雾变，整个都清楚了呢。对啊，那是要爬回东莞山吗？爬东莞山，你要下缆车之后往上爬，然后再滑去高天原，然后再切去中间拱都啦，再走上去，用不到。我猜这种能见度还是看不到横手山，不过那边有一点点冻的感觉，蓝蓝的感觉。敲敲敲敲！两个小房子，所以巡逻的走这。就往右爬走了。一半，16/8。好太阳哎。嗯。颗粒，七七叉叉，七七叉叉。我觉得每次我对波度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啊，我受不了 Giant 跟 Family 上半部的那个波度，看了觉得很不行。这次就觉得看起来都还好。动物角鸠有吗？有吗？有。人家说白天睡觉，晚上出来。还是鞋厂休息，只要没有这个缆车声，他们就可以出来。嗯，那个探照灯亮晶晶。哦，对，红色还开到晚上。那个时候很像，我清晨出来。什么东西？这种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、啊？不知道。这里有路啊。对啊，这就是我讲的那个切的路。我有印象我们有走过一次，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。现在看起来是那个黑线切过来的。角鸠哪里？那边横着啊。这角鸠横着的。这里没有，太陡了。
感觉跟 Giant 差不多等级，今天再拍一张，因为上一次我没有拍很多，上一次不愿意过来，我没过来。好了，有啊，这个收收。哎，这样会觉得你有在录吗？没有吧？这样会觉得 Giant 比较宽呢，宽很多。但是 Giant 它会重。啊？它挡到一半还是比这一段宽很多。它就是我一个道。哎呀，我以前以为 Family 的上面还蛮大的。还好啊，没有啊，我 OK 的，那走了。怎样？硬硬的吗？都可以啊，那我走了。嘿，我装了一颗，那跑到我鞋板上了。你现在刹车的动作更标准一点了，有啊，有啊，你会上半身稍微这样子，你的手又略略的往前了。
好啊。不会啊，这里中等中等。那就去烧耳山喽。这里你觉得平了，就可以开始变成轨道滑了。哎呀，又不会轨道。轨道滑就是把刹车，把刹车不要踩那么紧，让它直直的，身体跟那个滑的方向差不多，都这样。我跟他差了，他差了营业中差那么多，也不知道是上面那间开还是下面那间开。我是就是三角形这间。是啊、喔，那冲过去了。哎呀，去看看。啊！回来的时候怎样？都习惯了，做一次习惯了。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可以啊。去烧耳山滑一次就回来了，一次就回来了，现在才一点。哦，但是回来要花的时间，我估计要半小时才会回到 family， 而且回来还要再坐一次上去，坐中间就好了。
对，这好烂。但坐中间会比较久，一样要坐中间了，只是说那些时间都要加一加。我估计两点多一点就两点就要走回头路。你真的很紧张。我们都50分钟可以出到奥智贺。那是，想一想真的有够远，怎么就这样去？花50分钟，一个小时半才到。我们在这里上车的吗？好像是11:40，然后真的12:30才到的奥智贺。对啊。哎，这个在脱下来教，还是怎样？我在想他在干嘛。你在说右边？右边啊。他脱下来，然后这样子，是说这两个人觉得他们滑不动了，觉得不知道怎么办，还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就抓着、欸，他可能走了3步发现这样不行，然后他是反过来勾着那个、欸，好怪。我觉得他们是觉得不行的。对，是不行的。对，哎、欸，他没有，他放下来，应该，而且他们板子看起来不像很初级啊。早上我是看到有人，两个外国人，拿的是松雪板。哪来的松雪？没有松雪。大家说存在着假抛的幻想。不是幻想，是这三天真的不行。那上礼拜就可以了。这样让我们随便逛逛山，坐坐不一样的车，我觉得在聊什么？不好，真好。鸟场滑到那个深深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你觉得就是绝好。现在不错，刹车就不知道了。
雕成是什么样，看不出来。前面好像是个沙发还是马桶，奇怪的东西，太小。南管缆车好像是15到20分钟，完全 no stop 的话是15分钟。您说搭缆车加滑架？对。然后滑一次就要回去，那就滑4次吧。2点整就要坐回头的出发了。你说用不着那么久，其实3点不到回去清雪板，时间比较有余。好像每次都是我们在志贺，4点的前一个车是几点？啊，对哈，你有讲这件事，那要改成前一个吗？没有，我只是问你4点的前一个车。我猜是3点。3点半应该是不行的，不是3点半，应该是3点吧。哦，就他猜的。对啊，那车应该没办法那么多。哦，还是先收起来。现在雪很大。就是雪在手机上一直融化。我看一下都破，好的很。是手机太暖了。好，这一次。但是这次雪质又不一样，你有发现这次冲力比较弱吗？就是我刚刚也觉得风，因为今天比较粉，不是风太大，是那一天比较融化，比较有多水，有润滑，所以就会冲比较远。因为我刚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啊，你上次不是也冲到直接冲到缆车站来吗？但是刚刚因为我快要接近的时候有一阵风，我觉得那你有蹲低吗？没，降低风阻。颗粒，颗粒型的。所以你说我们要回去的那条路。要切那个冲过来的吗？对啊。但是那一天如果我们选那条路，确实会比较好。但是今天就未必了。今天变成中间粉粉的，搞不好中间就完蛋了，这样。对啊。但是我还是想试这条路。对，就试试看吧。我是有机会。对啊。是谁走的这条路啊？不是被人滑过的吗？对啊，这是被人滑、啊，但是哈，我刚观察有一些草刺刺的、欸。如果有人滑树林，然后路过刺刺的草，然后就被鞭打。很刺，而且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电子票，他说当日有效。什么电子票？就是 JR 票。意思就是说，对啊。而且你是说快，我是什么？原价还是你要打折？我原来回票啊。原价吗？原价，然后来回折200块、嗯。对啊，你也不是打七折。如果在想打七折，如果换到下一班，可能要加。没办法啊，因为他的下一班也要提早预定啊。那你换的当下你就不行了，折数就不对了。小脚印，
说在，我不是以前在没来之前，没来过之前就有人说在沙尾山看到猴子吗？然后我们这一次都没看到过，只有在那个三八里停车场看到两只。好，又在车子上。对啊。不过上次在那个没有，爸爸有看到猴子，爸爸在电线上吧。嗯。是秋天季节，他们也出来。没住野员工院。然后秋天季节，他们出来采集食物，还到人类的家里去采集。走右边了。哎，在这啊，他这里啊，他在这。好快车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行了，行了。而且他也补了啊，就在我们坐缆车的时候又补了0.5公分。
拜一就真的打厚一点，连那个缆车也不开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卡不下去还是？卡到中间。那是你还是插上去了还是？没有，这一根是有点危险。对，他就帮你重插。对，他有帮。舅舅悠游自在的滑到最后 ，non stop。你就没停就好了。我管嘞。我一直跟在后面看了。现在唯一的小问题就是有点想尿尿，不过我觉得我收工再尿就好了。你有想尿尿？对啊。那你要再带人再滑一次再下去尿吗？我不要，我懒得走下去又走上来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捡来滑去东莞？我啊，你要？我以为就这里滑三次就好了。哦，是没有啊，那要另外的缆车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滑去那里还要花力气。往这里很轻松啊，就给他滑个几次就好了。因为现在已经是十分了嘛，一次花十五分钟，那就快两点。嗯，好像太早，其实可以滑四次。这才问你要不要换路啊？你说你不想滑四次这边啊？啊，也可以啊，那就上去切过去就好了。你要滑一次 Olympic 吗？嗯，可以啊，我就说了嘛，这一次我对于坡度的感觉都没什么啊。你呢？你每次都感觉都是差不多那样吗？我就没有在看的啊，没有看到我在看啊，我只有听到冰的声音会放。我是觉得滑着滑着又变松了，只好再加一格，因为我刚走都有滑一下。年纪。已经很紧了吧？你加油不会太紧吗？是手弄不下去，但是脚可以。这个人会不会麻掉？不会。因为一上来讲话，眼睛就起雾了，就拔下来。我的这个现在状态怎么样？就一样是一格啊，冲的很辛苦。应该，但是我偷看的话，等于又多耗它一点点，因为它点亮萤幕，就不要偷看了。这次都没有做到，上那次还真幸运。两台都有做到爱心车，是啊，对啊，上次两台都做过了。我觉得好多斑点啊，我的更长了，刮的斑点以及雪的斑点，都是白色的。你，我这根比你新啊。哦，我是因为那个凹的，现在害我都抓得紧紧的，在公车上。Jones， 他把我吹凹了，然后去看他。我们还会再来群马吗？我说还要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凉快的天，他会不会很没精神？嗯，那个道观是几月开？而且他开的时候一样也有雪。有吗？雪碧啊。但是那时候应该会小危险。啊，不要危险。我说的小危险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打算去的那一天之前没有下雨，那应该就是小的清晨结冰什么的，就是道路。这么晚去吗？啊？嗯，哦。
说假设我们要来个草金横手之旅的话，又想要说看个不一样东西的话，那就要在有冰壁的时候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冰壁不就会融化吗？那早晚会不会有点冰面？对啊，那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不要不要，危险就不要。嗯，那如果夏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夏天的话会不会很冰？就是没精神。你说要来一次秋天了吗？我觉得草，我上次就说草，我觉得草金的那个 ITS 可以抽，然后他有雪场接驳，可以搞一个去滑一滑这样。哎、欸，那个是哪里有开的、欸？有开吗？对啊，有开啊，那个是东莞那个进那个跳跳，我们一开始学跳跳兔的那个。我们有做过，你还说我们没做过。东莞偏右边嘛，我们一开始玩的那个，那你还说你从来没坐过，就是那一台。嗯，因为我那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弄车子，轨道要不顺。对啊。那我们有坐过哎、欸。哦、嗯，现在是因为下雪，又看起来又雾。像刚出太阳，感觉很亮。现在是雪很大。所以这一次就是要切过去，切过去就直接可以滑到奥林匹克了。因为奥林匹克是不整地，但是经过前两天那样子折腾以后，它应该是平的，然后上面又有积雪，所以就有点像是普普通通的红线这样，然后可能跟刚 family 的比较是 family 是冰球，声音太大，这里可能是还好，不知道，现在先想象。背着两个雪具，我连什么猴子什么的，我都觉得用不着拍。猴子是不用，上次看过了。背着两个很重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们不大会有变化性。你再长一站。你再长一站，等我自己来去。秋天是打算排又再来去白马区，但是志贺区不知道有什么哎、欸。
你会很慢哦，用力推，太粉太慢。好像奥林匹克很普通哎、欸啊，你这样子一直到你看这两条线过去还没有到陡的地方，而且这里还是有压的。看起来瘦瘦，
欸，这里竟然有鸭血，很就是还可以啦，比 family 好了，但是它上面铺的是雪啊。不用吧，这里我下的姿势没有多好看。对啊，感觉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红线，冰冰的红线，前面要冲啊，要冲哦，你有按那个挡车也坐一次吗？但是我猜那边完全没有松雪，就只是为了坐一次而已。坐一次，好。好好，那前面下去往右。我先注意看他有没有开，有开吗？他是有在动吗？但是我们猜测是那一个啊，但是有没有讲错呢？好像没有欸，有人都跑掉了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有人踩着板子就一脚一脚的又走，往另外一边走，一副这边好像没开的样子。好，很好，还有罩子，真奇怪。这新罩子，很透明的感觉，很透明。不过上面已经有点刮痕了，一点半了。有吃太饱的感觉。没有放放风，好，很好。它没有自动改。没有。那前面它是故意掀起来。